We have to find that cabin first, up that hill, and get some sleep. If we're lucky, we can charge our walkie-talkies. Tomorrow, I want to get some recording of the area before anything else. Joe, look at this fog. It looks... amazing, isn't it? The network would love this footage. Let's find our shelter first. We'll worry about recording later on. Let me check my map again.完了，完了，有一种浓浓的炸欺感。完了，我们必须先找到我们的小屋才能休息一下。来看一下这个精美的翻译：我的小屋，夫的小屋，镇长的房子，民的房子，火站，大厦，玩具屋地。 Amazing！Amazing！ 这么好的翻译从来没有看过。完了，哇，这个贴图太精美了吧！这么精美的贴图，我在看预告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啊，你跟预告长得不一样啊，太太。好，跑起来。完了，哎，非常安哦。 好，跑跑。他刚刚说要先找到我们的小屋，那他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他有地图，而且我们的方向呢会在地图上转动，有没有？我们的镜头所面对的方向会在地图上转动，所以我觉得这点做得不错，也是不容易迷路啦。我们的小屋应该就是最上面那个我的小屋吧。 不会是夫的小屋，或是民的房子。跑起来！啊，我们那个上一次开台的游戏都已经上传到 YT 了哦，没有看到人记得去 YT 补一下哦。应该要走这个方向。 然后上次玩的那个有点笨又不会太笨的游戏，那个山顶洋房，《The Hilltop Mansion》，我信守的承诺。哎，我老婆用鼻孔看人呐、啊，你用鼻孔看人啊，太太。哇，这个婚姻出现裂痕。 完全不想正式老公一眼完了，这要怎么上去啊？教主安，旧的四位安，旧的今天实况的游戏究竟会不会是破片呢？www。第一发恭喜升级了，第四期感谢四七个月以来续订哦。 我们那个的那个山顶洋房的标题呢？我信守的承诺，标题是，看的有多什么？21个月了，谢谢千森陪着我们。不会啦，也谢谢你们陪我啊。Thank，恭喜升级了，21感谢21个月以来续订了，谢谢这么多年来大家一起以来的陪伴哦。那个山顶洋房的，我的标题是，我的钱都花到哪了？受到莫大的欢迎。 那个山顶洋房啊，今天晚上7点更新，没多久，因为我们那个 YT 后台，它都会让我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成效，包括说它在最近的几支影片的观看率是第几名，勇夺第一呀，分居分居得第一，分居分居得冠军，分game分game得第一，你们看，哎，Peter 安哦。 就说我们这一台的观众特别喜欢看分居，这是镇长的房子哎，要不然先去镇长房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好了。This must be this old town mayor's house. 镇长的房子。啊，不能进去，放弃治疗。 分居得第一。像我们现在玩的这一款，你们也是觉得说，哼，又是一款
风味浓厚的游戏。你们一定觉得说千森是不是故意专挑粪坑？没有哎、欸，我真的没有。这款我已经在 Steam 上面的众多粪坑海里面，看起来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那个预告跟贴图看起来都不错。谁知道一打开又是满满的诈骗感。心思那么公出来，下来。哎 ，Steam 真的要反诈欺啊 ！Steam 上面一堆游戏预告贴图跟游戏本人都跟整形一样。And we're here. This is our cabin, dear. You're panting. I told you you have to exercise more often.我老婆讲完话之后，为什么从我面前消失？我老不是啊，你在你看一遍，你在我面前讲完话，为什么讲完之后在我后面？幼稚游戏。大家幸福的过年春节，小编四十四，感谢你四十四个月的还续，确定要优质没有错。你是在瞬移什么啦？我们的婚姻的裂痕就这么巨大吗？讲完马上要跑到我后面呢、欸，优质。优质游戏，这是我们的小屋吗？对耶，那是不是找个地方，找个入口？为什么他，哎，小屋的入口在哪里？小屋的入口，有了有了。这不是小屋，这是废墟吧？这鬼屋吧？你不要骗我，这什么小屋？啊、这个柜子，这柜子放在这边超突兀的。Well, finally, we can get some rest. 但是这老兄并不在意。I'm curious about this toy maker's house as well. Indeed, I am too. That's a whole different layer of mystery within this story. We'll investigate all about it. 请问这鞋子代表什么？Did you hear that? What was that? Oh!什么东西？啊、什么啦 ？No， 什么东西？啊啊！什么啦？有什么事啦？超级莫名其妙。Joe， do you hear me？ Joe， Joe。Nora， where are you？ What happened？My head, my head hurts so bad. So bad. My head hurts too. I think something attacked us while we were asleep. They kidnapped me. Where are you? I'm still in the cabin. I just woke up. My head is spinning. Where are you? I think I'm in some dark room. I hear nothing. This place is like a cellar, I guess.I'll find you. 字幕可能不能调哎。I should start by checking the mansion first, and then maybe the train station. I feel safer and warmer when I'm around fires and light sources. Good rule of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evil spirits can't hurt you if you're around fire and lights. I hope. 我看一下啊、哦，讲话声音哎。哦、为什么音量会变这样？我刚刚不是明明就调到都只有八成吗？奇怪嘞，它的字幕好像没办法调更大哎。这个游戏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要让我们的吐槽休息。我刚刚才在说啊，你不是被绑架，你为什么？你被绑架为什么还可以讲对讲机？结果老婆就说我被绑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讲对讲机耶。你也知道你要吐槽自己哦。嗯，
优子，优子游戏。我应该先检查一下大厦。好的，古老的超自然调查规则，当你在火跟灯光周围时，邪恶的灵魂不会伤害到你。那老婆自带吐槽欸。哇，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真的是太优质了。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拿的。放大镜。蛤，蛤，请问你把放大镜跟对讲机拿出来摸一摸之后没有要干嘛吗？柜子打不开。好，那就保存。欸，它有自动存档，变得蛮暗的。怎么变得这么暗啊？哇，这个你们看得到吗？非常非常非常暗耶，浓浓的氛围飘过来。对啊，怎么拿起来啊？这老兄拿起来之后也没有任何一句话要说耶，也没有说这个对讲机还可以使用，或是我最好带着地图。没有耶，他就是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翻回去。没有，不能调亮度耶。背部back。我把我房间灯关掉一下，它好暗哦。我现在已经开始闻到浓浓的佛味，但是我觉得这款佛 game 呢，这款佛居或许可以带给我们浓浓的乐趣。现在就是已经往事完完，凡事都往好处想了。检查一下大厦，那就往前跑吧。跑起来，跑跑跑，可能会有怪来追我们。跑跑跑，欸，前面有灯光欸。跑跑跑，好的。莫名其妙这边出现一盏灯，主角没有任何话要说。夫的小屋，我们应该就不用管什么夫的小屋，直接往大厦冲就好了。冲，跑起来，跑跑跑啊，就是那不就是往每个火堆跑就好了吗？这边也是莫名其妙就出现火堆，然后主角没有任何反应，再继续往前跑，跑跑跑。我们真的就是跟着火堆跑就好了，找火堆游戏，耶，喝胜。找火堆游戏，我们这是学龄前儿童幼幼台吗？感觉很像在玩学龄前儿童在玩的益智游戏，就是小朋友。大家来找找看下一个火堆在哪里哦，来跟着千森姐姐一起找。你看这里有一个火堆，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有没有找到火堆的呢？我应该要往这边跑才对。波居教主万岁，跑起来。卢卡卢卡奈多非法哈奇ケルリツムリ合わせて嫌なこと何もかも全部忘れて。真的就是扫火堆游戏。大厦快要到了，冲。そうだしちゃダメダメよ。
配音员是制作者本人吗？还是说配音员没有拿钱？那个配音超级敷衍。I should start by checking the mansion first, and then maybe the train station. I feel safer and warmer when I'm around fires and light sources. Good rule of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Evil spirits can't hurt you if you're around fire and lights. Why I'm here? Why I'm fucking here? 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刚跑了这么远的路。你们知道宅宅 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宅宅一天跑步不能超过300步，我刚都已经跑了一个礼拜的分量了，居然把我丢回来。还是说他有手动存档？好的，好的，好的，没有手动存档。好哦。他一定没拿钱啦，不然就是制作人本人啦。天哪，那他而且刚刚那个怪出现的机制超级奇怪，就突然就出现了。而且我们在被怪打的时候是完全不能跑的，完全不能动哦。啊，那不就是一定要跑到火堆旁边。所以这就是，这不叫大厦吧？这叫洋房吧？什么大厦？他现在给我放那种音乐，怎么啦？怎么的啦？什么代志啦？冲！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但是搞不好里面也有怪。终于进来房子里面了。为什么最近千生要专攻分居？不是啊，你们不要这样误会我啊！我不是故意买份 game 啊！我真的不是故意买份 game 呢，你们真的不要这样误会我。Maybe I can cut through these planks. An axe would be handy if I can find one. 找一把斧头，要这边有一些血。你们看到我玩的这些游戏啊，都已经是我海选过后的喽，都已经是我在Steam 上面的粪便之海中已经层层过滤把关所捞出来的，觉得可能还 OK 的游戏了哦。这个预告跟图片看起来已经很 OK 了哦。谁知道又是一个诈骗，又是一个诈欺游戏，又是一个预告诈欺。粪便风险分析师，找斧头。我们现在要找斧头，要把木板劈开。但是我觉得拿到斧头之后，有可能等一下怪就会在房子里出现，然后我们要拿斧头劈怪。滤网塞住。我每天都点开 Steam 看有没有什么新恐怖游戏，每天都一直过滤哦。在每天勤劳努力认真的过滤之下，踩到粪坑的几率最近是高了一点啦。但是踩到粪坑的几率大概就十分之一吗？最近可能是粪便雷达发威。哎呦，怎么有怪啦？不要有怪啊！我不知道这个 G8 game 到底是存档了没？不要跟我说没有存档。这边有楼上，看一下这里。难道说我们要出去自杀吗？难道说要出去自杀吗？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你看，你看，又有脚步声，但是在佛居里面，哈，在佛居里面自杀是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呢？为什么打不开啊？哈，哈，他又在那，啊，啊，啊。啊！那怪在哪里？怪在哪里？哪里有怪呀、啊？哪里有怪啊？咪有人啦、啊！咪有人啦、啊，大大！啊！完全没有怪。I should start by checking the mansion first.And then maybe the train station. I feel safer and warmer when I'm around fires and light sources. Good rule of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Evil spirits can't hurt you if you're around fire and lights. Boo! Huh? 我怎么还在这里啦? 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You should not check your journal. You should...Check your life, your brain. 这是哈？啊？没有啊，给我拿哦。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玩的这一款有点厉害耶。今天这款威力有点强，威力加强版。刚那个怪根本就没有看到。而且外面明明也没有怪，怎么会穿墙攻击啊？从哪里穿墙攻击的？他们现在 又在用音效吓人，但其实他要不要攻击你，根本就是制作人说了算啊。请问发生什么事情？请问为什么我又死了？我真的不懂哎！我不就是站在那里，啊，门也有关上，四周完全没有人，然后我就死了哎！哇哦！这真的是替身攻击。I should start by checking the mansion first, and then maybe the train station. I feel safer and warmer when I'm around fires and light sources. Good rule of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Evil spirits can't hurt you if you're around fire and lights. I hope. 哦，这里会不会有斧头？这里会不会有斧头呢？斧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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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斧头哦！啊，存档了，耶！斧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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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斧头，我要斧头，我要斧头，我要不不不不不，斧头拿出来，斧头拿出来哦！嗯，啊，不是啊，我不是要关上去啊。不是，不是，是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要关起来，我要拿东西啦！哎、欸，到底我要拿，我要拿剪刀。好 ，Now I can break those chains。好好好好，终于拿起来，耶！佛居，粪便，粪便。分干，为什么我又拿到一个成就？真是莫名其妙哎！为什么我又拿到成就了？分干，分干171。好，总之我们刚刚有存档了，所以比较那么害怕了。
有破坏贴纸，终于有进度了，没错。然后这个剪子，哎，是说我们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干脆去那个玩具屋还有地看看啊，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我们刚刚那个拿到那个剪子是要用在夫的小屋，顺便去玩具屋跟地看看。耶、yeah, ，有进度了，耶、yeah.。只是有进度，居然这么感人呢、欸！我觉得等一下这个可能会有用处哎、欸，但是也很难说，因为这是个分居。跑，跑跑跑！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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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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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啊？它自动使用哎、欸！哇，你这好小子，你会自动使用。哇哦，你会自动使用。刚刚我要拿剪刀的时候，你为什么就是这么不愿意了？哎、欸，又存档了，耶、yeah ！先关一下。千森对自己有信心，千森觉得现在充满了决心。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可以打败这个 Forgan。稳了，稳了。哎、欸，斧头怎么会是在这里？斧头放这么远是有什么毛病啊？难怪我们刚刚在里面找不到。斧头放这么远 ，What the fuck？ 哎，不是，这有什么问题？我是要拿斧头，不是要关盖子啦，我拿斧头啦。Yo， 哎，不要再给我关盖子。Now I can cut through those planks at the mansion. 有毛病是不是？夫的小英文是 woodcutter's cottage， 那就是那个樵夫的房子嘛。夫的小，嘎的。可以不要玩箱子好吗？明明恭喜升级 LV21，感谢21个月来续订。玩箱子游戏，喝剩。喝剩，哎、欸，这边有一把锯子，哎，会不会等一下要叫我们回来拿锯子啊？看起来就是87%，等一下叫我们回来拿锯。哎、欸，这有尸体，这个尸体的，我看到这个尸体居然拿到一个成就，叫做睡美人 （Sleeping Beauty）。制作人你到底是刻了多少？制作人。好，现在可以去 mansion 了，可以去大厦了。这提示一点屁用都没有。好的，好的，耶、yeah ！先生有破关的预感。Finally， 终于可以使用斧头了。那等一下，这好小子他会自己用斧头。所以你要在哪里？哇，太神了！哇，可以进去嘞！哇哦，哇哦，什么东西啊？耶、yeah, ，存档了，耶、yeah ，耶、yeah, ，千森有破关的预感。好大的一把钥匙。这么大的箱子里面放一把钥匙，哎，这钥匙还 TMD 有够大，哎，这次居然一拿到拿起来。This should be the key to the toy maker's house. 耶，我们可以去玩具店了，耶、yeah ，好哦，神作，谁说这个游戏是分居，我就跟他拼命，神作。优质神作，玩具屋，那往左边跑就好了。是时候去玩具制造商的家了。什么声音啦？先躲一下。这游戏很爱用声音吓人哎、欸。冲！跑跑跑！但是哦，他那个一开始那个提示真的做得很差。我们进入
进入 mansion 进入洋房里面之后，他说要找斧头，那我们自然就会认为斧头应该就是在洋房里面，因为要劈开洋房的木头嘛。谁知道你要找斧头之前，你要先去夫的小屋，那进不去，对不对？然后你要跑去明的房子，找到剪刀，再去夫的小屋把铁链剪开，再找到斧头，然后再跑来大厦这边，才可以使用斧头，才可以进入房间里面，然后拿到一把钥匙，拿到一把钥匙之后，他要叫我们去玩具屋。这提示做的超烂。到了，冲！瞬间就进来了。所以我们这次又要拿什么？这一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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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怎么进去？啊，我可以跳吗？我不能跳耶，大大。啊？这有东西可以拿吗？你们一定在想说，先生到底要喊到什么时候？喊到我知道这一关到底在干嘛为止？啊？哈？哈？哈？咦？什么声音啦？有事是不是啊？为什么我又拿到一个 The Creeping Bridge 什么东西啊？超级莫名。请问这是在干嘛？请问这是在干嘛？不要玩人头好吗？啊？请问，对啊，刚刚在旋转，转吧转吧，七彩霓虹灯，啊？制作人到底，这里一定是有个东西可以给我们拿的，一定有个东西，这根本就看不到啊，大大。又有一堆人头，嗯？前面放这么多人头啊，干嘛？莫名其妙。毫无反应。可以拿的东西一堆，但是都是废物。钢琴我已经懒得吐槽了。嗯？好、哦。我们会不会进入那个房间就破关了、啊？哈？哇，刚刚是不是瞬间破图了一下？我们是不是进去就破关了？啊？太神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走一走，走着走着就会破关了。嗯？先来这边看看。怎么这里又是这么大的空间啊？I have to cut off the electricity if I want to touch those doors. 有怪啊！这里面有莫名其妙的怪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电源关掉。这个吗？就这样。これだけ？
就这样，就这样被你骗钱，失去了170亿，我的钱怎么拿不回来？今天又被预告诈骗，就这样被你骗钱，失去了170亿。我的心情是无助，我的三观已入土，三观已经入土了。如果你经过我的时光，为什么不 follow 一下？看实况煮碗饭 again。现在干嘛？现在是在干嘛 ？What's wrong with my life？ 我的人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お帰りなさい。哈？カディオドさま。唱得好。Jamie， 恭喜升级 LV 38，感谢你38个月来续订。怪出来，怪出来是不是？怪是不是出来了？怪是不是出来了？这个也要关掉啊？这是开还是关啊？开，我已经搞不懂这个游戏在干嘛。应该我从来就没有搞懂过这个游戏在干嘛。这音乐怎么跟《Home Sweet Home》这么像？那木马放在沙发上超莫名的，而且这是什么木马？这是什么大小？给老鼠玩的木马？如果你经过我的时光，还不快订阅一下，等一下要抽奖。嘿嘿，我刚拿的什么啊？我刚拿的什么？大大爷什么话都没讲啊，一片空白，主角的日记一片空白，就跟这个游戏的内涵一样，一片空白 empty。 好哦，异形孤立，没有异形，只有孤立。啊？怎么还有？什么东西？跑起来！那又要关电哦？啊？是说我们刚刚那个明明就是关的啊，为什么又还要我们把它打开又关掉？在那边整玩家欸。那制作人一出来供啊，一出来供啊，整玩家是不是很好玩？对，整玩家是不是就喝剩喝剩？整玩家是不是 so funny funny？ 什么声音啦 ？No toys, no toys. I'm turning the lights off. Don't turn the lights off. Don't turn the lights off. 我东西 ，fuck。No toys, no toys. I'm bored. 什么东西？怎么那么莫名其妙？啊？要求哦，为这边开戏。那个 G 八怪，好，目前好像不在这里。锁起来了。
哎，不要闹啊！哦，他好像追过一段时间就不会再追。说这门他没有地方，哈？好哦，啊，不知道说什么。心思那不讲出来，有啥人会知？啊！这个好小子前面不是都道具自动使用，对不对？所以照理说我们身上有门把，它应该也是要自动使用让我们进来啊。然后我刚刚在红色的门前面按半天哦，都完全没有反应，我想说哦，那可能就是要去找另外一道具。然后我刚刚再往左边稍微按了一下，就它就进来了，局部性使用喝剩，没有错，喝圣优子神作喝圣，没有错。嗯，太好玩了吧？啊啊！又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以为这个佛剧已经要结束了、欸、No, I'm too old for this. 蛤？他说我太老了。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我听到一个声音说我站在钢琴旁边，但相机在哪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相机不就在一开始的木屋里吗？不是吧，这个佛居还有哦，这边看起来很可疑啊。啊，什么声音出现一个低配版怪物。真的是不保证耶。你蛤蛤，你关起来，太霸气了。他等一下不会开门进来吧？突然从非常廉价的贴图开始认真了哦，这游戏开始认真了哦，各位有没有吓到？吓死你们！他是看得到还是看不到？哇，这个贴图之随便呐！哇哦！请问他是光头，然后头上这边有一撮毛吗？你们有没有觉得 他长得很像过年的时候红包袋上面那个放鞭炮的放鞭炮小童？不是，你不能在那里卡点啊。你不能卡点啊，大大。我们缅怀纷纷，
这啊右右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什么东西一好烂哦好烂的游戏这 AI 是什么啦 我你们觉得我这样直接冲冲不过的过去我们这样直接冲冲的过去吗哎，欢迎大家来剪辑哦欢迎大家来剪辑我们的实况好不好那个我每次实况结束之后我都会看一下大家的剪辑然后如果有比较精彩有趣的我就会把它收入在我们的精华之中哦你们觉得我这样直接冲过去可以成功还是会死掉你们觉得我会成功吗会不会成功我现在要 A 过去我现在 A 过去如果成功的话我就送全聊天室 EMP 好不好我现在 A 看如果成功我就送全聊天室 EMP 好 A 死都不让我请客欸不给请哦相机在这里啦I think I have to take a photo of her ghost in the present time by using that old camera from the past 要在现在的时间拍摄过去的幽灵反正就是拿相机去拍那些鬼魂就对了把相机带到现在拍摄他现在的鬼魂照片他过去站在哪里所以不是拍现在的鬼魂是拍过去的鬼魂哦谁记得啊谁记得他过去站在哪里啊反正就是镜子隔壁的房间嘛隔壁的房间，那就差不多这里喽。走过来，它就自动出现了。Help me kill my husband. There is this chest. He hides a rifle in it under the stairs. Here is the key for it. Take the rifle from the present and give it to me in my past. 有一个胸部，有一个柜子啦，在柜子里面有一把枪。就在这现在的时间里面 have to find that old rifle that she was talking about. 有一个胸部 chest 欸很多机翻都会把 chest 翻成胸部欸但其实是柜子的意思所以那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的柜子原来是要现在才能开哦这个来福枪 Now that I have that old rifle I have to give it back to her然后拿去过去的时间给那个女人有一个胸部真是个佛居赶快把这个佛居结束但是我看你们真是 不离不弃耶看这个佛居看到还有220人在看佛居佛居佛居得第一奉献奉献得冠军不弃二十一个月。
不被这耳朵里升起的 LV21， 感谢21个月以来的续订哦。Joe, I think I know now. Nora, what's happening? Nora, where are you? I think this old lady kidnapped me. My soul. She says she'll set me free only if we burn that town's mayor's house. She said there's some gas and boxes of matches in our cabin. She says it has to be done exactly that way.The exact amount of gas she put there, and those matches. You have to use them.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Do what she says. Do what I say. Take my revenge and set me free, and I'll set you free. Free from this unwanted child. Free from this toy maker. Free from this cursed forest.我刚刚那个被干掉应该就是镇长吧。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Nora or where she is now. The only clue I have now is that I have to burn that house down. I have to go back to that cabin and let's see if the gas and matches are there. 总算快要结局了吗？刚被干掉的应该就是。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刚被干掉应该就是镇长。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小屋里面，拿着汽油跟。火柴把镇长的房子烧掉，然后那个鬼魂就会把老婆还来了，真是非常的麻烦呢。嗯，我还以为已经天亮，原来还是天黑哦，所以还是要躲怪。我要先回我们的小屋，然后再去镇长的房子。冲！前面不都追得很随便？哎，是什么 ？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有些入侵者窃取我们客舱，什么客舱？我们小屋的钥匙，我必须去营地找他。怎么这么麻烦啊 ？Locked. Hey mate, I'm at the campsite. This cabin's key is with me. I think owners.We're up to som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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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We have to keep this secret. I ca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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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好了，去找小偷。我本来以为这个游戏已经要放过我们了，看来还没有。我们现在要往那个营地直冲，到底有什么意义啊？跑！买哦买哦买哦！别不要怪不要怪不要不要怪不要怪不要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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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地形卡住，地形杀。哎，这边有火光，太好了。哎，可以拿哎，耶，やった！I should check my journal. 硬 A 大成功。他叫我们 check 看一下日记，他日记也没写什么。はじめまして。カデユド様。拉力梅拉，感谢追随的 so following。硬 A 大成功，好的，直接去小屋。对啊。他居然可以直接跳过中间耶，直接拿，幸好可以。我现在只要不要被卡墙就好，不要被地形卡住就好。耶、yeah.已经没有原则，这游戏本来就没有任何原则可言，没有任何原则，重新定义游戏。有了，
连智障都不用看耶，直接进来耶、yeah, 爽哦。该存档了吧，大大。这游戏所有的道具全部都放在柜子里，都放在箱子里，然后在你需要使用它之前，箱子永远都打不开，在需要使用它的时候，箱子就突然打开了。哎，不是，我不是要盖盖子啊，是判定。 I think the time has come to burn that town's mayor's house. 好，我们去烧毁，烧完应该就可以结束这个分 game 了。那一开始放火烧比较是对啊，我们一开始放火烧没有错。你们看一开始这个打火机，这火柴跟汽油都在这箱子里。我一开始不是在这个小木屋里面吗？那我们一开始就拿这两样东西去把镇长的房子烧毁，游戏不就结束吗？最速破关，一分钟破关，不是吗？还在那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最速破关一分钟，冲！啊！啊！我都还没有跑到那里耶。Low for a while. I'll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really happened. For the time being.Just too tired, and I must admit, scared to keep on. Maybe later. Hey, 聊天室黑人问号刷一波，聊天室科技问号刷一波，没有科技问号的朋友问号刷一波。老兄，你的老婆呢？你 TMD 全自动烧房子之后，你老婆呢？你们知道这王八蛋刚刚讲什么吗？烧完之后，我已经太累了。至于诺丹，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哈？哈？你老婆呢？老婆不要了。烧完镇长房子之后，老婆就不要了。啊，那你干嘛前面花两个小时在那找老婆啊？啊，你打一开始你就拿那个还他会个 key 油把镇长的房子烧毁不就好了？反正你也不在意老婆啊。啊，你烧完就可以回家了、啊。放弃治疗，凭实力单身，超莫名哎、欸。我现在内心非常煎熬。因为一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实况台的 fun game number one 是 Last Floor。はじめまして、カデユード様。只望感谢最衰的手 following。但是今天杀出这匹黑马，你们觉得是不是新的王者诞生了？内心煎熬爆，纷纷滚哦！你们觉得是不是新的王者诞生了？对，今天是不能只有玩到系列，但是我们究竟要让 Last Floor 让出分更的宝座吗？要让给新的 Nerve 的吗？还是让 Last Floor 持续当第一名？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 Last Floor 跟这个游戏哪一个比较分？这台分更排行榜感觉竞争很激烈，真的。真的，每一周都有全新的分更，刷新大家的三观。每一周都以为已经遇到这世上最分的分更了，想不到下一周分更真的是没有底线哎、欸。